这东西叫全球定位器，特别适合我这种爱丢三落四的人。开机后靠近手机，苹果、安卓都能用，就能自动识别。并安装软件，安装成功后就可以添加绑定设备了。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选择不同的场景名称。添加完成后发出滴的一声，您可以把定位器放挂在钥匙上，也可以放进包包和钱包里，还可以放在车里。 您也可以放在任何需要定位的地方，手机后台可以实时定位，可以近距离查找，也可以远距离全球定位，简直太好用了，赶紧试试吧！